小一的暑假作业里面有一项是要背99乘法表，所以我们要来开箱这个去年圣诞节时候的圣诞礼物摇摆99。我已经刚刚有把它的这个音档下载到记忆卡里面，我先把它插进去，给你插好了。然后来拆这个。就是剪封面就可以停了。看看里面有什么，嗯，我来看，啊，打不开。爸爸来，啊，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钥匙，好了，哦，还有剪刀开。对啊，总共有什么？这个都市玩是，家了。这个好像是点了就会唱歌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开箱，其实我们也不大会用。哦，你刚点的是八，是不是？点好，你懂了吗？来，我示范一是不次。是哎？你懂了吗？二乘以二等于几？四。按，然后点黑色的地方就会告诉你答案。好，考考喽，考试喽。作业，我都还没学过，你就要我考？好，我一个都还没学，你就要我考？你太严格了。你听完一遍二的。29又失败了。二乘以九十八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乘法计算机，我看一下哦。用点读笔先碰这边，对，碰这个门就是进去，碰这个就是离开。好，来，你可以点这个，然后乘以这里的啦。对啊，一乘以五等于五，那二乘以六等于几？这些是它里面打开来全部的东西，有几张点读卡，10张，11张，有11张点读卡。然后这个是歌曲的，点的它的数字就会播那一个乘法的歌曲，然后这个是闯关游戏，摇摆挑战，因为我们也没有用过，我们也是第一次，我们来它试是试电看。子的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点星星可以开始游好。戏。哦，点数字回答。二乘以三等于几？那你就去点。哦，峰峰。三乘一的答案多少？三呢？不会耶。六乘以三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。哦，那你点随便一个空格，它就会告诉你三乘以二是多少，对不对？交叉的，那边不行吧？然后它告诉你那个符号是乘以。你现在其实已经记起来二乘以三等于六了，对不对？二十六啊。对啊，五你也学会了。就是50、40、20啊！对啊，五你也学会了。我说二，你说八。你的二还没有背很熟，对不对？还没有记很熟，我们就先专心第一个礼拜就先专心记二。
暑假如果这边有九九乘法一到九嘛，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九到九为止都记起来，好不好？一个礼拜记一个一组，而且一你已经会啦，等于只要记八组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暑假刚好两个月有八周，所以你剩下的一个礼拜记一组。好，我们第一周就是从今天开始就先记二。好，一个礼拜的时间给你记二，好吗？然后下礼拜就记三，再下礼拜就记四。我想再玩一下。好啊，你再玩一下。欢迎来挑战，神奇的小朋友，请问二乘以四等于六八八？聪明的你，知道三乘以一的答案吗？这什么？三乘以一乘以七等于？请作答。七呀。你知道一乘以二等于多少吗？耶，请回答这个问题。三乘以五等于十八、十五吧？五个三，三乘以五就是五，跟五个五乘以三是一样的，倒过来。回答这个问题。三乘以五等于……来、啊，彤彤，这边有答案，如果你不会的话，三乘以五。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好不好？这边还有这个，它里面有好几张纸，我们看看总共有什么。这个是九九乘法表的全部的答案。还有游戏耶。对，彤彤这个给你。就是如果像刚刚你在玩测验，你遇到问题了不懂了忘记的，你刚玩我就不怕啦。对，你就可以来看，但是你不能马上看，你要先想一想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先想一想，这样你才会记住。这个好好玩哦，最喜欢玩这个，这个、好好玩。然后这个还有乘法矩阵哦，你看它背面，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对应的、啊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有答案的版本，这个是没有答案的版本。爸爸，然后这是练习吧。好啊，你继续玩啊。欢迎来挑战，请仔细聆听题目，点击数字回答。然后有三张练习卷。好，你可以再玩一次。欢迎来挑战，请仔细聆听题目。你知道二乘以八的答案是？那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，这个也是一些挑战，这个要等你练比较熟之后，你可以试试看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练习卷。有点上面吗？没有哎、欸，看一下点哪里。啊，还是这个箱用写的吗？好像是用铅笔写，我试试看。这个没有哎、欸，这个不能点，这个不能点，这是用练习卷让你用铅笔写的。如果还是玩，我玩第二集就好了，还是一就好。欢迎来挑战。请仔细聆听题目，请问三乘以八的答案是？你刚点二十三，对不对？三乘以八的答案是？好，你要不要看？这里有答案，让你看一下。三在哪？找到数字，彩色的数字，二十四。乘以八。
你这次想的比较久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记熟了之后再来玩，你就会答得很快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边有这个，你记熟之后。最后一颗星超难。对啊，你记熟之后再来。哦，你要不要再听这个？最后一颗星都把我脑袋打结了。好，我都被它打结了。好，接下来有事做了。彤彤来，你会想要赶快学三的吗？你刚刚三想好久卡关了，对不对？你等下礼拜你去记好三之后，你再来玩，再遇到三就不会像刚刚那样子，就不会卡关了。哦，那这个就是你的了，送给你，好不好？点读卡我先收一收。好，它这边有一个这个，你可以把它装回去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歌，这个听点了可以直接听歌。那歌就放最上面好了。对，没事来点。然后你就可以听，你要听二。你这礼拜的目标是把二记熟。二五，二乘以五，聪明的小朋友，二乘以五，好，聪明的小朋友，二乘以七等于四。你用算的，爸爸看得出来你是用算的，还是用直接就没有思考就讲出来的？是。哦，你每天听一听。算的。我偷偷算。拜拜。I'm gonna move my mind, but he doesn't know